请掌声欢迎他。后方的 UH-60M 黑鹰直升机，它强大的运补支援工作就是我们最佳后盾。是国军建军史上第一位成为神龙小组的女军官赵少秋伯员，平时担任基本伞训教官，准备着陆，安全着陆。射控系统分四大部分。好的，现在战车。成功岭过去曾经是大专集训班的所在地。成功岭之歌、成功岭上这两首歌曲，对于许多曾在这里受训过的前辈们，我想至今都能够朗朗上口。而这里也留下了许多青年淬炼成长的故事和充满酸甜苦辣的青春回忆。现在成功岭则肩负起国军新兵入伍训练、后备教育召集、替代役的训练等重要的任务。我们在各级完善的规划下，秉持循序渐进、管教合理和严谨平和的方式，大幅来提升军事训练的成效。安全着陆。